今天整件事情我都可以解释。萧北辰，不要伤害他们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。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，放下武器，出来投降。勇哥，我们跟他们拼了吧。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若你们继续抵抗，就不客气了。萧三少，这是私人恩怨，没想到您的夫人会牵扯进来，我们完全无意冒犯。你们的恩恩怨怨我没兴趣，我也不想知道，但你想过没有，在我的地方闹事儿，什么后果。现在离开，我既往不咎。我们走。行情。三哥，三哥。萧北辰，不要伤害他们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。子正哥，阿德快不行了。三哥，今天整件事情我都可以解释，但是现在人命关天，你先放他们走好不好？子正，你快走啊，走！你快走呀，你愣着干什么呀？快走！Thank you.